跟师傅分享一下，昨天就是重阳节放生，有没有？就七彩光啊，天上的七彩光显现，但是我看到不知道是不是灰龙是不是龙天护法，我就没看到头，就是看到啊，就黑黑的一条飞过去，一节一节的。我告诉你一句话，你记住了，凡是看到七彩光的，基本上不是护法就是菩萨。所以你看到挥来挥去啊，这个像龙一样的挥来挥去的话，应该是看见啊这个 龙天护法了是吗？龙天护法，所以这个龙天护法挥来挥去来啊，这个加持你们。是啊，我昨天好欢喜，好开心呀、啊。